魂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古王吗？之前我们测试哦，我们给他这个专属武器加到20而已。那么呢，老爹现在哦已经有足够的材料把它加到30了。这个老爹已经有这个足够的材料了，在这边。最近真的是课蛮大的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个远征真的是课蛮凶的。不过呢，都是为了测试，没有问题。好，那么呢，我们一样啊，我们先来做一个这个变身前的这个示范哦，变身前的示范哦。我们一样找我们的台民党党主席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的台民党党主席就是这么好用。然后我们来配两只，不行，女妖可能太强了。我们配这只哦，好，我们配这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样子，跟我们稍等一下，变身后，这个加30之后究竟差了多少？各位观众，老爹很看好这个古王啊，老爹非常的看好这个古王，这个伤害你敢信啊？我操！我们还没加30就赢了，各位观众啊，还没加30就赢了。哎，不对，我们好像要输了。古王单挑女妖，各位观众，卧槽，好，应该是打不赢了，应该是打不赢，毕竟是女妖是单挑王啊。卧槽，各位观众啊，单挑打赢女妖啊，这个伤害你敢信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记得我们刚刚是险胜的，然后呢，我们来试试看打这个25-26啊，各位观众，老爹目前是卡25-26。好，一样放上我们的古王，来配上我们的绿翼三本柱好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样子有没有办法过关？好，很快的就全灭了，各位观众。这完全的被屌打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补血量跟这个盾牌啊，7.05M 跟2.86M。好，没有问题。然后再来呢，我们挑战323层。好，我们就这样子放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办法过关。哇，这完全，这是完全吊打的，各位观众，这完全没有办法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数据表，3.5M、2.19M、5.38M。好，还有什么可以做测试的呢？还有王座之塔。这个153层，好，我们也测试看看。哎，老爹怎么觉得会过关啊？我操，过关了！我靠，加20就过关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打到卡关为止哦，各位观众啊。老爹的古弓太，老爹的这个古王太强了，这直接过关了，完全没有问题啊！卧槽，我们不用升30了，我们这样就过关了，我们升什么30啊？哎，老爹现在新爱将真的是这个古王，真的很喜欢他哎，他配上女妖这个配上女妖跟古弓啊，真的是新的亡灵三本柱啊，各位观众，这真的是新的亡灵三本柱啊。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奈拉吧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吧。很多人说奈拉很强哦，各位观众啊，老爹目前还没有把奈拉练到神话，老爹觉得有这个古王就已经天下无敌了，非常的凶悍啊。好，甘纳贵啊，各位观众，你看过甘纳贵吗？我们不用升30啦，我们这样子就一直过关啦，我们升什么30啊？各位观众啊，我们不用升30啦，
如果到160都一直顺利过关，我们干嘛升三次啊，各位观众啊？除非我们160打不赢啊，这太轻松了。我们古王升到20之后跟鬼一样强啊，各位观众啊，轻轻松松，真的是轻轻松松啊，各位观众，这是完全的碾压啊。我们真的要升他吗？我们为什么要浪费钱啊？你知道一只角色把这个神话武器用到满啊，好像差不多1万块台币哎。又过关了，而且老爹必须说啊，老爹刚刚储值啊被吃了10000块啊。老爹是用那个安卓手机储的，然后用那个信用卡储值哦。啊，不知道为什么除了10000块之后，他没有35000点券啊，他没有35000点券啊。我已经写信给那个官方了、啊，他有扣款啊，我还有收到简讯哎、欸，害我又再除了一次，我现在等于花了20000才得到10000的效益，这让我很不爽、啊。老爹当初用这个点券哦，是希望储值可以省一些钱哦，啊，结果反而被倒吃10000啊！早知道这样，我他妈的用那个 iPhone 手机储值就好了、啊，这是根本就是搞毛啊，各位观众啊！搞得我那么麻烦了、啊，早知道这样以后我都用安卓了，不是啊，我都用那个 iPhone 手机储值就好了。欸，各位观众、啊，一直过关了、啊、是怎么办啊？我都完全没有办法，我停不下来啊！各位观众啊，他一直过关啊，我也想升加30啊，他不给我机会啊，我就一直过关啊。好，假设今天老爹连过10关哦，我就先不升这个古王哦，因为太简单了嘛，我根本就不用升了嘛，这太轻松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你去死好不好，古王啊？你去死好不好？你赶快死，你赶快输掉吧，不然我一直没有办法，我一直没有办法把它加到30哎、欸。又过关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古王跟鬼一样强啊！我靠，各位观众才加20哎、欸，这个加20的古王你敢信？哎呀，我们看伤害表啊，到底是女妖强还是古王强啊？哎、欸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古王本来就是坦克哦。好，给我们看到一堆人卡在这里啊，这五个卡在这里啊，这五位好兄弟们再见啦，老爹先过去啦，老爹先过去啦，你们慢慢在那边卡关吧，你们慢慢卡关了、哦、老爹先走了，老爹先走一步了，各位慢走不送哦。好，我们有古王1打4啊，各位观众1打4，你敢信？靠腰，各位观众，看来我们还是要升30啊，我们还是要升30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第二圈再见。好，各位有没有看到老爹有200个这个箱子哦？我们现在就来让我们的古王哦专属武器练到30。各位观众，专属武器练到30，你敢信？好，现在是加20哦。我们看一下他现在的那个能力哦，这个生命加309800，然后攻击力加3000哦。好，我们一口气把它冲到30。各位观众，这个古王老爹很喜欢哦，一次才10个小 case 啊，各位观众，200个应该够吧？这200个应该不会不够吧？200个不够，我他妈我就吐血了，各位观众啊！好，没有问题。哎，不好，好像有点，好像会不会不够啊？各位观众，好像会不够哎、欸，27不够了，各位观众啊！我靠，不够了。好，没有问题，各位观众，加27也够啊！我买完了，我没有办法买了，各位观众啊！我靠，没办法买了，这太远了，我没办法从商店买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哎呀，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加27应该就强很多了。哦，我们来推看看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推看看啊，加27的专属武器的古王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坦克放后面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各位观众，加27的专武，你敢信？我们古王加到27，应该就差很多了，生存能力差很多了。各位观众，古王开大招啊你！哦，这古王的回血能力实在是有够快的。哎呀呀，死掉啦！没有加30关，没有办法。怎么办呢、啊，各位观众啊？好，我们把古王放前面哦。
我们就等于牺牲后面三只去死，然后我们留两只在前面哦。这天使哥太强了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三只天使冲过来打屁呀、啊！好，我们试试看能不能用阵型过关。看起来还是没办法，古王都不开大招啊，他都完全没机会开大招啊，各位观众啊。哎，好，各位观众，那么我们隔天见。不对啊，各位观众，我就算明天把它练到30，然后这个王座之塔160层就关门啦。各位观众啊，要等到不知道礼拜几才能打、啊，这样我等不了啊。那么，为了弥补各位啊，老爹决定来抽卡、哦。老爹说后，老爹没有在这个时候把它练到30哦。老爹为了谢罪呢，那我们来抽卡好了，各位观众。老爹的奈拉呢，差两张就能上这个神话。那么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新的这个心愿清单哦，究竟准不准哦？我们来试试看，老爹把这个心愿清单改一下，我们只放奈拉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只放奈拉。哎，留个古王啊，各位观众，我蛮喜欢古王的。我们试试看奈拉跟古王，我们看看究竟这个心愿清单这样改了之后啊，有没有究竟有没有比较好抽啊？各位观众，我们只需要两只奈拉，那古王抽到也都算是赚到，好不好？各位观众，我们抽卡以示老爹的诚意哦。这老爹不是不愿意挣到30啊，他又卡住了，不让我买啊。各位观众，奈拉，我操！哎，这不在心愿清单里面的、啊，这只不在心愿清单里面的、啊，所以心愿清单还是可能不中的、欸。我靠！各位观众啊，这我以为是一定中的、啊，我没有放哎。欸、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还是要把这个古宫跟这个老爹想要补到神话的角色先补进来哦。这个树人啊，科学怪人啊，我靠，我以为是100%都会中心愿清单欸，那这改版没什么差吧？听说几率有提高啦，可是我刚刚就是没有中啊。好，还有30次，各位观众啊，下次老爹再把这个古王啊练到30级啊，这个不是故意的、啊，这真的不是故意拖台前的、啊，各位观众，老爹从来不拖台前的、啊，这个干我也没办法、啊，因为如果我明天，各位观众，奈拉，我靠，古王好也不错，如果老爹到明天才去升这个专武30，然后呢却没有那一关可以打，我等于就要卡在那边，不知道卡到礼拜几。那这样对老爹来说，老爹觉得很痛苦啊，所以老爹就一鼓作气，好了，干脆抽卡给你们看，来结尾，好不好？各位不能生气啊，这个老爹已经很有诚意了，已经抽卡了，不然还要怎么样啊？各位观众啊，好，那么呢，老爹的奈拉就差两张哦，这个奈拉他一直不来哦，各位观众，奈拉又是古王啊，我靠！也是说我也蛮喜欢古王的，这个中古王是没有关系的、哦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我们还有这个友情抽，我们也把它抽一抽。哎，我们古王 是多一星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古王多一星哎，多一星也许刚刚那个最后一关就过关了、哦。其实老爹蛮喜欢这个古王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就是很霸气啊，各位观众，这个古王看起来就是很帅啊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觉得老爹觉得老爹这个古王会升到5星哦，会升到5星哦，会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超强古王啊，各位观众。然后我们这个伊莎贝拉呢，就随便也升个4星啊，这个升4星也没什么干用啊，老爹觉得不怎么强啊，现在。好，那么影片最后呢，我们既然我们的这个古王哦多升了1星哦，应该比较有机会了吧，各位观众啊，应该比较有机会了，我们再测试一次。好。我们这样子放，各位观众，加27转5，1星的神话古王有没有办法过关啊？再不过老爹下次把他升30啦，各位观众，这次不是故意的、啊。好，古王开了大招，哎，真的很凶哎。虽然说他又死了，可是老爹觉得他真的蛮凶的、啊。真的是蛮凶的、啊，他承受伤害好高啊！哎，我还想再试一次啊，各位观众，最后一次，这让老爹试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古王啊，这个古王这个看起来非常的可爱，又非常的帅气哦。好，我们最后一场，
真的没有过关就算了，各位观众啊，真的没有过关就算了，我们再给这个古王一次机会哦。我真的好想把他升到30啊，他妈没机会啊。好，他现在蓄力，他现在蓄力，一次爆炸！我靠！开大招，开大招，开大招！好，蓄力，蓄力，蓄力！哎呀，这一关是不是太难了？这一关太难打了吧？哎呀呀，好，没有问题，老弟一定会再把这个古王练到30，一定会再练到30给你们看。好，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不对啊，各位观众，我忘记打这个台民党党主席给你们看了，我们至少升到27了吧，还是比20的时候来的强啊，我们还是要打一次台民党党主席啊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各位观众啊，我们刚刚是险胜，我们加20的时候是险胜哦，我们现在升到30来看看哦，我们来挑战这个台民党党主席哦。老爹这临时想到不对啊，我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测试还没做完呢。好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打完台民党党主席，差很多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差很多啊，这一次是完全屌打了、哦，这一次是完全屌打、欸，虽然是不知道原因啊，但是我们这次是完全屌打，加30还是差很多的、哦。好，我记得还有这个挑战首领，加27的古王，各位观众，加27的古王，你敢信？我们刚刚好像也是败得很惨，好，我们再次看一下，我们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古王复活了，开大招，开大招，你开不开呀、啊？好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哎呀呀，还是过不了啊，各位观众，还是过不了，可能要加30才会过啊。可是他的这个数据非常的漂亮。好，那么今天影片就真的到这边了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